只是咖啡馆，还是间画廊，但可没有那么简单。因为开设在中华经贸大楼内的洋品文化咖啡馆，正是位于23楼的高楼层。来到这里，一品香醇之余，还能够欣赏各式艺术作品。最重要的，莫过于这里的气氛了。可以从23楼远眺85大楼及高雄港湾的景致，肯定令人心旷神怡。除了享用咖啡和下午茶，洋品文化还有精致的轻食、甜点供人选择，让各位在这里一次享受到美食、艺术与景观。